project power. That's a good strategy. It's good for it. 共和党竞逐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在爱奥华进行辩论。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宣布再提供1700万美元，帮助非洲之各国家应对地区干旱和饥荒。刚从阿富汗返回的士兵在棒球场上给予妻子惊喜。在缅因州海岸获救的海豹经过多月的疗养之后重返海洋。篮球明星勒邦詹士访问台湾，在爱心篮球关怀营指导小朋友。